好麻烦啦。事情是这个样子的，我的女朋友也是我的顶头上司漂亮的总经理刚刚打电话来，说是要到我的家里来看我的妈妈。我好害怕呀，因为我一直跟她讲说我的老家是新加坡的南洋，其实呢我的老家是东北的辽阳，还是远郊区的。你这不要出事儿吗？对，为了不暴露身份，今天说什么也不能让我的妈妈讲东北话，我现在就要改口，要用节礼的方言称呼我的妈妈为老某。老某啊，哎呀老某啊，哎呀老某啊，更麻烦了，一改口叫老某，我的妈妈听不明白了，还得讲东北话呀。妈呀，在哪嘎呢？快出来！哎，来了！哎呦，老爷在了！哎呀，妈妈，哎呀，妈妈，叫妈啥事儿？哎呦，我跟你说，一会儿俺们经理啊就要来看你来了。哎呀妈呀，那可怪好的啊！不太好啊，因为我一直跟他说吧，咱老家是新加坡南洋的啊，所以今天你千万别讲东北话呀。那我说啥呀？我现在要教你几句南方地道的话。妈呀，这一会儿功夫学不会。哎妈，南方话好说，有特点，一就是二，二就是一，不是公鸡就是母鸡，上上头呀妈妈的呀，母该母该的母闷头呀，又闷头呀洒洒水呀，母该母该的妈妈的呀。哎呀，这种话好听，鸟语花香的啊。学两句。学不了。哎呀妈呀妈，哎呀妈，学不了也得学啊。他不光是我的经理呀、啊。那还说俺俩现在已经都那啥了。咋的？那经理相中你了？哪是相中啊，他把我拿下了。哎呀，金丝猴啊。妈妈妈妈妈妈，你咋还叫我小名呢？金丝猴金丝猴的。你叫的。一会儿经理来了你得叫我大号，我们叫高大宽嘛。对，大宽。就是儿子。哎，这么的，妈就为你这个事儿啊，你教妈咋说妈就咋说。哎啊，我跟你说妈，其实吧很简单，俺们经理要问你的问题，你要是知道的话，回答完了之后加上俩字儿。哪俩字儿？得啦得啦。对对对，你比方说他要问你，哎呀伯母啊你吃饭了吗，你就回答他，我吃过的啦，我吃过的啦。哎，对对对对对，千万千万记住啊。哎，我只要一哆嗦你就得啦。哦，我要不哆嗦你就别得啦。我记住了，试试啊。得啦得啦。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如果他要问你的问题你不知道，回答他的时候也是俩字儿。那哪俩字儿啊？母鸡呀、啊、母鸡呀、啊、对，那我说公鸡行不行？这跟公鸡没关系，人家母鸡就是当地的话，不知道的意思。哦，知道了，咱俩试试啊。哎呀伯母啊，你知道太平洋有多深吗？母鸡呀、啊、地球有多大吗？母鸡呀、啊、那火星上有人没有呢？母鸡呀、啊、我跟母鸡了。哎呀我的妈呀。好啊，没问题了。另外我还得跟你说啊，等经理一进来呀、您一定要表现得非常的惊喜。惊喜？哎，对，那得咋惊喜啊？也是俩字儿。又俩字儿？哇塞哇塞。对对对对，哇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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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哎呀妈，千万别忘了哇塞。还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那这这这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哎呀经理你好。啊，我现在要给你介绍我的妈妈。啊，妈妈，这就是我的总经理。哇塞，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德拉母鸡母鸡德拉。啊，对不起，我的妈妈舌头有点毛病啊。伯母、啊，你好啊。啊，我好的啦。伯母，你没事吧？没事的啦。没事，坐下坐下、啊、坐下讲话了。伯母啊，你老今年高寿啊？
告诉我。哇塞，我母鸡呀、啊！干嘛？人家是问你多大年纪嘛？啊，那我知道了，那我就不母鸡了。我的妈妈今年68岁了。68的。哎呀，我的妈妈在南阳的时候是老寒腿，这样做比较舒服啊。这南阳比我们这要暖和多了吧？对。对啥呀？南阳比这嘎达冷啊，没点儿。那天给屋穿棉袄，冻得还直哆嗦呢。对，是呀，我的妈妈喜欢哆嗦啊，不，我的妈妈喜欢冷啊，所以我在她的房间里装了8个空调，一直的吹冷风，吹成老寒腿了吗？啊、装了8个空调啊？啊，对，我的舅舅就是卖空调的，哈、嗯。大买卖哈！啥大买卖了？他二舅就是倒腾土豆子的。对，我舅舅的冷气机就是土豆牌的啦。你咋这么能忽悠啊？哎，你不要担心。大宽，哎，过来。哎，你到底是哪儿的人呢？哎呀，新加坡南洋啊。你怎么就不敢承认你是从农村来的呢？毛啊，就是南洋啊。你还不说实话？怎么就是南洋嘛，我的妈妈知道的嘛。我们老家就是高大宽。不，起来，真是对不起，我就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骗我呢？毛啊，就是新加坡南洋。把那舌头伸直了说吧。是，伸直了也是新加坡南洋地啊。你还不伸直是吧？没有啊。那好。哎，等等，我跟你说还不行吗？他不当个事儿吗？当初啊，我从俺们农村那嘎来到城市这嘎，不敢开口说话，我是怕人家笑话我土地掉渣。真的，当时为了找工作，我经历过多少的风雨，我走过了多少的坎坷，难呐，真的。男的，我这堂堂无耻虎背熊腰的东北大汉，瘦的跟面条似的。后来不遇见你了吗？我就明白了，人家城市不相信眼泪，我们也不需要同情，只有靠奋斗。所以我就下定决心，等我的事业再上一个台阶的时候，我会把我的一切毫无保留的、完全彻底的全部交给你。就这种事儿，爱信不信，不信拉倒。妈，不行，坏人，有啥了不起的？你说啥话呢？哎呀，不是我不信，我看呐，是你不自信。谁不自信呢？无论是哪儿的人，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只要你干得出色，那都能得到社会的尊敬。哎，再说了，那往上数3辈，大家都是外乡人呢。哎，人家经理说的话对劲啊！啊，哎呀，今儿可是过年，我搁我们那嘎达带来好多好吃喝的、啊，你瞅瞅，这是东北的老白干。妈的，你不能喝这个，你谁说我不能喝了？啊，那你怎么不能喝你？哎，干嘛呀？这酒贼辣呀！东北人，哎呀，你也是东北人？嗯呐。哎呀妈，你看这就把我吓的！哎呀妈呀，他隐藏的比我还深呢，没看出来这是哥们儿啊！大哥啊，经理，啥经理？就哥们儿嘛。经理，你我不大婶儿，这儿没经理，都是老乡。你看，都老乡。哥们儿。哎呀，闺女啊，有你这句话，那我还装啥了？烟袋呢？哎，这儿呢，我得抽一袋了。哎，这家引的这嗓子，哎呀，等等，大婶儿，让我来帮你装一袋烟好吗？哎。想起了我小的时候在农村老家里过年，我也是这样给我的爷爷奶奶点烟，他们抽着烟抱着我笑啊唱啊，这一晃都20多年过去了，
我很小就离开了家乡，我的一切都已经融入了这个城市，我的变化很大，可是我唯一不变的是，就是深藏在我内心深处对家乡的那份乡情啊。闺娘，你尝尝，这是地道的关东烟，你尝一尝。妈，哎呀，这烟味儿好香啊！那东北烟都这么香，就是太臭你抽不了。拿来。哎，你呀，真不像咱东北人。哎妈，他说我不像东北人，嘿，我这小暴脾气我还压不住了，你看我不像东北人。哎呀，我的妈呀，你没酒量，咱们都喝了。你没酒量也要喝，这就是东北人的性格，知道不？我跟你说，经理，不，今天我斗胆叫你一声慧芬，芬呐。有句话埋藏我心底多年了，一直想说我不敢说呀，今天我喝了我就敢说了，因为伟大的哲学家讲过，酒壮怂人胆，喝多了，这是他二舅说的话。妈，你不管谁说的，我就想说嘛。说，芬呐，其实吧，我要表达的意思很简单，就仨字儿。说吧。哎妈，不行，我还得喝一口。说。好，就仨字儿，我饿了。真谢敬你。哎呀，大婶儿，今儿公司特意为你准备了年夜饭，陪您过年的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外乡人，今儿咱们在一个锅里煮饺子吃。哎呦，那可感情好，咱妈溜进去。等等，妈，我那话还没说出来呢。啥门说呀？就仨字，你听清楚啊。说。哎呀。说啥呢？我爱呀。他说我爱你。妈，我母鸡呀、啊。来，让咱们共同举杯，在新春佳节到来的时候，要祝福全国的那些像我们一样的，还留在城市里工作的、学习的、打工的、生活的所有的外乡人，事业进步，平平安安，心想事成，万事如意。从烟台开来的248次列车马上就要到达本站，请乘车的旅客做好准备，还注意接车。大半夜的塞车门，就我们爷俩一个半人回家，咱相依为命。哎呀，不好，要撒尿回家。啊，下雨了。啊，过去了，阵雨不是阵雨、啊、这小孩撒尿吃高了、啊啊、我说了这一满月下雨咋还热乎乎的呢？我给你查查呗。哎，小孩尿败火。对不起哈。打哪儿来啊？山东。啊，你呢？东北。啊，到这儿走亲戚呢？哎呀，上部队探亲呐。看谁呀、啊？来看俺媳妇。看媳妇有啥不好意思的？都是合法夫妻。那上部队探亲吧，一般的都是女的看男的。咋个大老爷们千里迢迢来看媳妇，总觉得有点抹不开。不瞒你说，我也是到部队来探亲。你探亲？我们虽然来的方向不同，但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哎呀，你也是探媳妇？没错。哎呀，咱俩都是秘书。哎呀，对，大老爷们儿、啊、太巧了。哎呀我这啊，你那位在哪儿啊？通信连上尉。啊，你那位呢？导弹团中校。
哎呀，你这首长不客气，家属啊。不用敬礼。小鬼多大了？我家还不满三个月。很年轻啊。哎呦，太年轻了。这么点到出来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哎呀，俺媳妇来信学想孩子。你就外行了啊、哦！一般嘴上说想孩子，心里全是想孩子他爹。我想啊，我给你学，想也没有用啊！远水解不了近渴。现在不近水楼台了，还不去捞月亮？哎呀，大半夜的没有去，我也不想给部队添麻烦。哦，哎，我说你是首长家属，没来个去接接你啊？嗯，首长也不能搞特殊化。哦，那你不着急吗？我不是跟你吹呀、啊，哦，根本我不稀得来。嗯，那左一封信，右一封信，往死了催我。嗯，两口子的事儿没办法，来应付应付。对对对。那咱正好过个伴儿啊。那咱俩喝点儿。喝点就喝点，反正没到点儿。我先喝点，我这带着呢。啊，我口子酒。哎呀，三顿大枣齐吧，伙计。来。喝，嗯，这玩意儿真行！哎呀，这山东大枣多少年没吃着了，我给这玩意儿有股特殊的味儿啊！我给孩子换块尿不湿，嗯，你这尿不湿跟这大枣放一个包里了？没看俩包吗？哦，俩包呀、啊！我跟你说啊，嗯，现在这个拥军呐、啊、是越来越实在了，嗯。过去拥军都是发个笔记本弄个钢笔，嗯，今年过八一节啊，地方政府敲锣打鼓给我送了一箱尿不湿。啊，那现在这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对了，我孩子小那时候都用戒子，嗯，那有一回孩子戒子晾院里了，让炊事班当梯布给收起来了，结果蒸出一锅馒头，全都捡大了。我的妈！我呀，你真能开玩笑，伙计。我这首长大哥、嗯，那孩子你带着呢？我能带那玩意儿吗？哦，那也不是老爷们干的活呀、啊。你不是跟你吹七八年一回没抱过？你学太对了。嗯。咱大老爷们从祖上就没传下这个功能，没传功能。哎，看见妇女为孩子想过去学习学习吧，又怕人家说咱作风有问题。哎呀，不好，又吐奶了，伙计。不是我说，这孩子喂完奶能这么抱吗？瞎扯！啊，你得竖起来啊，排出奶嗝之后才能放下。嗯，现在没事。哎呀，我说首长大哥、嗯，你这套业务挺熟练呐、啊，带干不干五六年了。嗯、我觉得你不是没带过孩子吗？啊，孩子大了之后才交给我丈母娘的。您这能吹吗？来来来，喝喝喝！我跟你说啊，嗯，找个当兵的媳妇是挺露脸呐、啊。那是，不过有些事儿也着急呀、啊。嗯，你说我那些同学哈，有的当老板，有的当大款，就俺俩这个水平，他要转业到地方干点什么不行啊？可是我一让他复员，他就让我随军。你说俺家乡那个地方那么好，我塞在这山沟里干什么活去？那就是你没本事啊！哦，那管不住媳妇儿，那还叫老爷们儿啊？嗯，小树得砍，媳妇儿得管。哎，你看我这位，不管你在外边是什么忠孝，见到我全都无效。他要不冲我微笑，我绝不出个大笑。你这是。啊！前几天，嗯，我严肃地跟他谈，两地生活绝不能再继续下去，我必须马上随军。我刚一提出要求，他就批准了。哎呦我去！你看看你这个媳妇儿多听话，伙计，说随军那就把你随过去了，姐。你别把谁随过去，我不拍板定不下来的事。没事，来，你太能吹了，我这吹你能吹啊？哎呀，我家，嗯，我跟你说，嗯，这个军人家属千万苦，最难熬的是想媳妇。那是、哎，你大人想才能克服，嗯，那小孩一想哇哇鸡叫，弄了一大一闹心呢、啊。
我学带着孩子上部队去看看他吧，他选择城市休假。你说我看媳妇在城市休假干什么？是我看媳妇还是休长看媳妇？你说这个事儿才对吗？我说休长大哥，你给评评理。我说休长大哥，这个事儿呢，你不能对我们有意见，这个部队有规定啊。不过这回我们研究研究，我跟他们打个招呼，能多待几天你多待几天。你这一回不让我多待几天也不行啊，我现在带着孩子正休产假呢。妈，喝点酒说话就走板，大老爷们休产假你不怕笑？我告诉你，你别笑，你别笑啊！哎，按规定这个产假是100天，对不对？那没错。俺媳妇刚满月就回部队了，100天去一个月还有多少天？70。俺单位看着我个大老爷们带个孩子不容易啊，就把俺媳妇剩下的产假补给我了啊。也就是用军的地方能想出这招来，这也是对咱军属朋友解难呢。好，我回去。哎，我说别喝了。没事，别喝了。从喝酒上看得出你是个标准的男子汉，别喝了。我还男子汉？那我还是个男人吗？我还算个大老爷们吗？啊，你说俺单位评了我个优秀家属啊，38妇女节要我上台做报告去。男的，你说台底下坐的都是些妇女啊，我个大老爷们一上台脸红脖子粗，我是一句话说不出来回家。你说我现在我跟俺媳妇学了，你要再这么下去，我坚决跟你扬镳分道，我坚决跟他。我大哥，那是跟俺媳妇在的，你别斗气了哈。我现在是风风鼓鼓洗洗涮涮烧火做饭带孩子，你说这是男人干的事吗？你说这是男同志他应该干的事吗？你这是够了。我以一个中校家属的身份，我得说你几句啊。你干的不是男人干的活，你媳妇干的是女人干的活吗？这不都在干吗？这不是奉献吗？这不是牺牲？这不是为了伟大的祖国吗？大哥，该缩边了。兄弟，说实话，女人比咱男人恋家呀。每次我来的时候，挺高兴。走的时候心里不是个滋味，上一次我都要出门了，他一把拉住我不让我走，围到我怀里就哭啊，一围就是半个小时，肩胀似的心都围掉了，我眼看着中校变少校了。我说别哭了，这是部队，你要注意你的形象。他说我不怕，我一年360天，天天都当女强人，天天都当女军人，今天我要当一回媳妇。大哥，你哭了？这是激动。来，兄弟，咱再喝两杯。这第一杯酒，敬给可敬可爱的女军人，包括你媳妇和我媳妇。这第二杯酒，敬给全国的军人家属，包括咱两个大老爷们。这第三杯酒，敬给全军指战员。干！哎呀，哎呀！
啥玩意儿叮当？没啥叮当的。几点了？啊？几点了？才两点，还来得及，再睡会儿吧。嗯，啊，睡。嗯，坏了，我这表都4:30了，这表怎么2点？坏了，闹表坏了，它不响了，这玩意儿。我说老伴啊，快起来吧，来不及了，我这表4:30，这闹表不走了，也不响了。啊？啊？坏了，不响了，也不走了，4:30了。哎呀妈呀，都4:30了啊！那5:10头班车就得发出去，这今儿上班得迟到了。哎呀，你这怎么回事啊你？你怎么能怨我？这不怨表吗？他不想用，我有什么关系呢？怎么办呢？快怎么办呢？亲爱的，遇到了关键时刻，嗯，你得沉住气，嗯，我决定，你骑着自行车带着我，我送你上班。行，快去拿车。嗯。哎呀，你说你也是。昨晚分明把你上了弦了，你不走可以，怎么能就不想啊？你现在想有什么用？那都晚了。哎，哎，嗯，你怎么成了车踢人了？哎呀，净说风凉话，这不车锁了呢吗？拿钥匙开车。钥匙呢？在你裤腰带上拴着呢。我裤子脱哪了？你裤子脱哪儿了？啊？这不在这儿呢吗？哎，这怎么跑我裤腰带？同志，你穿错裤子了。哎呀，开车！哎，得回找着，这个找不着，你说不清楚啊。赶紧的。哎，哎呀，我走了。等一会儿。啊，亲爱的，告诉你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消息。听完之后，你千万别上火，也别生气。说，车带没气儿了。打气。对不起，气管子让你妈昨天借走了。哎呀，那昨晚不是还回来了吗？是吗？啊，这么大事怎么不通知我一声？哎呀，快快快！哎，哎呀，你说你这挺大个老爷们儿，一点阳刚之气都没有，快快打气。行了，就你那脾气啊。多亏找我一个没阳刚的，你要找个有阳刚的，一天不打你8遍才怪你。你呀，好歹不济，你还是我们汽车公司的之前模范呢。可拉倒吧，你可别飘扬我了，还之前模范？他我就不明白，现在都什么年代了啊？你说你是个开个大客车的，手里赚个大客的本子，那就是存折，就是财富啊！你说你到哪儿整辆车开，那不大把大把往家赚钱呢？我这不明白，你偏要打啊！别打了，我看这气儿差不多了。再打最后一下，那我白忙活了。这不能怪我，他自个儿想的。哎呀，你看就剩10分钟了，怎么办呢？这样。干脆，我决定打的。那得花多少钱呢？平常啊，你净开车送别人了，这回啊，你也过过那坐车的瘾。咱要不打次的，要打就打最好最好的的呢。行，拿钱。嗯。这么快呀？我不告诉你，要打就打最好最好最好的面的吗？那也不够啊！死心眼儿，不会打一半自己下来跑一轱辘？抠门去！我走了，我走了。这当领导的、啊，在家安排工作，哪方面没安排明白，他得出纰漏。哎呀，真难呐！谢谢我给你的爱。天还没亮我就起来，谢谢你给我的温柔，你走我就去抱枕头，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这么快就下班了？我说你这跑的也太快了点吧。
你不可迟到了，你别用那种眼神看我，是不是迟到了？领导开不，你这有一步。亲爱的，说，是不是有坏人劫你？别害怕，有老公呢，我去揍他。站住！你揍他？今儿个我先揍你！哎，你凭什么揍我呀？你干什么？你干啥呀？你我给你放这儿了啊！你干啥你？你拿那干啥？你干啥玩意儿？你你说你今儿个都干了什么缺德的事儿了？我什么缺德事儿也没干。还敢顶嘴？那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干啥呀？你、哎！你出来！不出去！你出来不出来？说不出去就不出去，你能把我咋地？挺大个老爷们儿，你钻到床底下，你算什么本事？有钱难买我乐意，床底下凉快。我就不明白，今儿我也没招你，也没惹你，你凭什么冲我发这么大的脾气？我问你，你说今儿个是礼拜几？礼拜六。礼拜六？你明明知道我今儿个第一回学大礼拜，你就这么折腾我？什么？这不是忙迷糊了吗？这不是？你成心不想让我睡这个早觉。行了，可你没睡一个早觉，就值得你这样哭天抹泪的？同志，你想一想，咱俩结婚15年了，加在一块是5001个夜晚，我天天为你值早班，我睡过一个早觉吗？那底下多凉啊！对不起，你知道，15年了，我上班从来就没有迟到过一次，我连一分钟都没有迟到过，多不容易啊！听我说话呢吗？听呢，多不容易呀！我不是说我不容易，我是说你。15年了，你为了我起早贪黑担惊受怕，15年你就从来没有睡过一个囫囵的觉。别人都说我是个好司机，可我不是个好妻子，我撒娇任性得理不让人，可这么多年你都忍了忍了，我知道你那是让着我，你是怕我分心，怕我开车在路上出事儿。我晚回来你在家里都坐立不安的，我在车上的每一分钟都牵着你的心。其实说句心里话，看着别人大把大把的挣钱，我也想也眼热，可是当我握着方向盘拉着那些为了工作忙忙碌碌上下班的人们，
我就觉得我活得特踏实。我想这就是缘分吧，你说呢？你太累了，这是大礼拜，你想吃什么我去做。嗯啊，想睡觉。行，那就去睡觉。嗯。别想了，今儿大礼拜没本。热情真逗，我就跟这个工商银行门口啤酒盯后掌的，您给我鼓掌干嘛？我是来存钱来了，接个十天半个月的我就存回钱，待会儿见，您忙您的。谁值班呢？哎，我。谁呀？哎呦，小红啊。哎，要事，给我把这一百块钱存上。哟，今天怎么成整的了？嘿，我一瞧啊，每回存钱弄个零片，你们在这卖面给我数，我觉得不落忍的。这不刚有一小姐盯一副后脸，正好有张整票，我就全放过来了。哎，这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啊，多亏毛主席。哎，哟，哎，这，哎呦。这上面没有毛主席，嗯，是假币。等等，毛主席哪儿去了？毛主席哪儿去了？嗨，真没有！我这眼神不行，你再给我仔细瞧瞧。来，我这有紫外线测试仪。嗯。哟，这张钱是假的。假的？这不坑人吗？这不是？给我！这张没收了。啊？怎么没收了？国家有规定，假币发现一张扣一张。哎呀，那你给我换张能流通的。这是防止假币在市面上流通，你懂吗，大爷？不是，你给我换一张能流通的，旧的也成，给我50，我认了。您认了，我从哪儿出账去？不是，那就完了，你给我不花成不成？那你要它干嘛？我自当100块钱，我买张画搁墙上贴着。您说出大天地，这钱呀也拿不回去了。拿，收据拿好了啊。这怎么办？这要下班。我得想办法把这钱要。哎哎，小红子。下班你怎么还不走呢？你先别走。有什么事明天再说。我跟你说点事。你今年多大了？问这干什么呀？你属什么的？这跟钱有什么关系？这跟钱又有什么关系呢？别提这钱，再提这钱我跟你急。哟，大爷您坐着，您坐着，你有什么话说吧。我跟你说啊。啊。我看你啊，每天上班来下班走。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啊！我一瞧你这样，这么好的一个姑娘，我准备给你介绍一对象。你给我介绍对象？看不起你大爷？瞧我在门口摆一鞋摊，瞧不起我啊？太小瞧你大爷了！多少有钱的人，存钱来的时候都是从我眼前路过。多少取了钱的人都是从我眼前路过去消费去花钱，我从他们穿这鞋这档次上就能看得出来他这件事赚了是赔了。常言说得好啊，脚底下没鞋是一穷半截，他们有半条命都在我手里攥着。呦，大爷，您修鞋的怎么琢磨那么多事儿啊？我知道的多了。哎，现在听说了吗？有一追星族。哎，我就是其中的一个。看得出来，追星族围着那星星转，对不对？嗯。那星星都得围着我转。哟，您教他们唱歌。我
我给他们盯后闸。瞧你说的，哪叫毛阿敏呢、啊？航天奇、那英啊、李玲玉，通通败在我脚下。你认识那么多名人，他们有什么影协的、剧协的、曲协的，最后行不浪都到我这儿。甭管什么协，都得让您修协。对，我就是修协。哎，侯耀文那协我可不管修。为什么？修完了他不给钱。哎，哪能啊？稍不留神他还去抓你把钉子呢。瞧你说的。我告诉你啊，出来进去我老听你哼哼歌。嗯，喜欢唱歌的是不是？啊，大爷给你介绍一唱歌的。就您给我介绍唱歌的？唱歌的，那就那北国风光千里冰。行，大爷，我欣赏水平低，那个我欣赏不了，我不美声的你欣赏不了啊、可美声的省鞋。嗨，我找对象跟鞋有什么关系啊？您真是的。哦，喜欢的啊，那歌听过没有？什么？叫什么依旧？涛声依旧。对，你看唱歌的小伙好看吗？有倍儿帅。帅吧？歌也好。头一句什么词来着？带走一盏渔火，让它温暖我的双眼，留下一双皮鞋，让它停泊在窗前。我老往鞋那边转悠了，不是，总之反正是，我就照这标准，我给你找一个，成了吧？成。嗯。哎，大爷。嗯。您坐着。嗯。我看呀，您确实的挺关心我的。但是呢，您一个人，大妈呢又过世这么多年了，我也觉得您挺孤独的。对对对。我想给您介绍一老伴儿。你也给我介绍一老伴儿。嗯。太好了，我给你介绍一男朋友，你给我介绍一老伴儿，成，咱扯平了，100块钱我不要了。你这是工作、这个老太太什么工作？哎，对了，我们银行呀、刚退休一老同志，手脚特别麻利。打住！手麻利能干活好，脚麻利不行。怎么了？那一月得配几双后掌啊？我们那个邻居还有张大妈，是位画家。不行。又怎么了？又怎么了？他要光在家画还行啊，背着个板儿，他满处写生去。就算他穿旅游鞋，这一个月得沾好几回泥。哎呦，那你瞧你没说，哎，找个作家。好，作家，好写。作家。哎，对了，我还呀。真认识一作家，明儿过去一说去，有事我明儿告诉你啊。好好，那我走了。别，我这儿有优惠卡啊，就算这事儿谈不成，你告诉老太太修鞋，我给打90折。您又有什么事儿啊？您又有什么事儿啊？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说。你给调查清楚了啊，这老太太的孙子绝不能是唱摇滚的。为什么？费鞋。不是我跟您套近乎啊，刚才剐车那事儿不赖我，他那破面包停哪儿不好，非停马路上，有能耐你停铁路上去。我现在把他叫上来，您看他那模样，您就知道什么叫人类进化不彻底。快过来啊，大脑壳小细胞，光吃饭不干活，来这么些亲人的，想死你们了。你问我怎么了？我碰上马路杀手了，您可得给我做主。我祝您猴年吉利，工作捷达，生活阳光，事业大发，全是国产名车。
老人们全都服康康安，女生们个个标准佳美，小朋友人人都是贝贝，先生们全是中华子弹头。哎，装空调的干嘛呢？谁装空调啊？不装空调，你背个电工包干嘛？你什么眼神？这电工包吗？这叫安全带，扎上它，警察叔叔不罚款。你个大傻帽！少废话！我上驾校那年，你爸爸还没入少先队呢。那您现在还没毕业呢？得蹲多少回班呢？典型的学习型人才。瞧你长那模样啊，怎么看怎么像冯巩。没您长得好，怎么看怎么像马桶。你才马桶呢，就咱这造型往这一站，怎么看怎么像总统。没错，总统刚逮着那个，把嘴一掰，总往里捅。哎呀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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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这谁家宠物跑出来了？是你们俩跑出来了。让开！十二点我要和卖商谈判，你若让开还则罢了，你若不让，怎么着？我就再等一会儿。喂，不得了了，路那两个螃蟹堵架了。你说什么？这哥们疯了。其实我比他还急呢。啊，我赔您这数还不行吗？两万二十。呸，这么好一面奔。你二十块钱，你拿我当要饭，少二十五不干。谁急谁知道。喂，来来喂，哎哎，我就是一会儿要跟您见面那个。哟，你好啊。我呀啊，把一细脖子车给刮了。真的？我那车也让一肉墩子给撞了。肉墩子把你车撞了，你人没事吗？没事，就车刮个大口子。哎，你把细脖子车刮了，扔二十块钱，赶紧跑。不行啊，那小子说了，少二十五不干。那也太孙子。咱俩属于误伤，没事。美英联军有时还自己脆自己呢。站住！啊，干什么？我们给你挪车去。不用了啊，飞机晚点，谈判取消，你们俩可以继续战斗。记住，狭路相逢勇者胜。怎么还劝我们打架呢？我们打个鼻青脸肿的，谁负责？我负责。嗯，我有个很好的哥们，他是著名兽医。我们俩不想麻烦你们家的私人医生。哎，各位，哎呦，这都是怎么了？这是，哎，对，哎呦，这都怎么了？这是，哎，帮帮忙行吗？今儿啊，我结婚，能不能让我那喜车先过去啊？不认识我？我著名节目主持人呢。我不看电视。你不看电视你叨什么呀？这个他好像在找同类。你们这到底是为什么呀？事情的经过我是说不清楚的。那你说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这个胖子是开小卧车的，我是开小破车的。这个胖子的小卧车碰了我的小破车，于是我让开小卧车的胖子赔我的小破车。但是开小卧车的胖子他不赔我的小破车，所以我一定要这个胖子赔我的小破车。你们跑什么呀？不是，您是干什么的？我是卖喷壶的。几位，今儿可是我大喜的日子，您说我老公他什么人呢？大家说我该不该抽他？好，那我就抽他个金光灿烂。过来。不是，这
么半天，你磨磨蹭蹭，肉肉巴唧，你肉夹馍啊？我告诉你啊，我姥姥可说了，12点之前必须举行婚礼，过了12点再接不吉利。那都是旧风俗。我姥姥都80多了，她心得了吗？再说了，孝顺孝顺就是以顺为先。不是，那是你嫁人还是你姥姥嫁人呢？瞎说！她姥姥要不嫁人，轮得上她嫁人吗？你说这话，我们娘家人就不爱听。哎，我怎么变娘家人了？娘家人，娘家人就是真来了，我也不在乎。那我在乎谁呀？我就不信你抽不死我。哎，哥们儿，别动！满世界都是金子，这巴掌应该是我的。只要他痛快，抽谁不是抽啊？这婚啊，我不结了。站住！我告诉你，野蛮女友，结婚不是打的，想上哪辆上哪辆。哎，为什么呀？那这一生的幸福快车就毁在你们俩手里。哎，你怎么倒打一耙？你要不吵架，这车能堵吗？你要不劝架，能吵到现在吗？你要不把他车关大口子，他不都走了？瞎说！那大口子是他刮的吗？买的时候就那样。兄弟，今儿主要赖我，我要早点认错，不就没这事儿了吗？孩子赖我呀！我要不跟他下起哄，这个路早就通了。别说了，全是我一人造成的，我谁都对不起啊！您就别难过了，能不难过吗？光顾跟你们吵架了，我那车座子不知道哪个收废品的给搬走了。一会儿啊，我还得蹲着把车开回去。要紧的是人家的婚礼怎么办？事到如今啊，也只有在马路上结婚了。马路结婚啊，好主意！你去让所有的汽车为他们鸣笛致意。对，你让所有的行人为他们鼓掌祝福。好，婚礼主持我来承担，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朋友，行了，太忙了，没带那么些雨伞。婚礼主持非常重要，怎么可以人工降雨？对，只要不是这风俗，咱们找谁都行。找谁都行，人结婚都是专业的，凭什么我们业余的呀？我告诉你啊，今儿啊，我什么都能凑合，就这婚礼主持绝不凑合。不都这会儿了，我上哪儿找专业的去呀？我不管。他不管，他不管，我也不管。哎，你不都是专业主持吧？说了半天，我们骑着驴找驴。我主持，谁当新郎啊？新郎有的是，主持就一个。再过这么些帅哥的，谁不能替你结回婚呢？我不同意。我同意。反正也是临时代替，只要在12点之前能结婚，让我姥姥一高兴。旁边站着谁呀、啊？我还真不在乎。哎呦，姑奶奶呀、啊！关键是谁能替我当新郎啊？就那个，就那喷壶就行。我坚决不干。你，得回来。哎呦，我，可我错了还不行吗？哥哥，我求求您了，您就跟我媳妇结回婚吧。兄弟，我也求求你了，这事让我媳妇知道了，非把我煮了不行啊！您要不同意，我给您跪下。别介，几位，您说这种事我能干吗？那就看在各位的面上，今天我也只能吃回哑巴亏了。可仪式一完，咱各回各家。古董房的事儿，打死我都不去。你放心，你要真去了，我也得把你打死。哎呀，别啰嗦了，这都12点了。你死太狠了吧？啊，对对，各就各位。尊敬的各位来宾，亲爱的朋友们，我宣布，等会儿，把那花给我呀。
朋友，现在是11:58，我宣布我媳妇和这位先生的婚礼。我怎么那么别扭啊？请新郎新娘一拜苍天，祝我们的神州风调雨顺。二拜大地，祝我们的家园五谷丰登。三拜父老，祝我们的亲人幸福安康。最后别拜了，再拜就该进行婚礼了，你快过来吧。最后是夫妻对拜，我们祝愿这对新人幸福百年。最后尊敬的领导，亲爱的朋友们，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我真想发自内心的说一句，只要你我让一让，生活真美好。嘣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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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是把我那车座子找回来吧。平人出书一塌糊涂。哎，不是这家。那你往前走。我往前走走。啊，科隆绵羊没爹没娘。又错了。那你往后走走。我往后走，往后走。啊，中国足球何日出头？哎，不要钱，不要钱我也不吃。交个朋友吗？交朋友不一定要吃羊肉串吗？你这个人呢，你瞧不起我吗？不是不是不是吗？不是妹妹，那就吃。不是你啊，味道有点不一样啊。就是和别人都不一样啊。哎，这不对，这个肉的颜色我看看。咦，我吃的你看吗？这确实好吃吧。生命就在于运动。你累了吧？嗯，你累了，快坐着歇会儿吧。就照你这意思，人生下来就得折腾，哎啊，是不是？那多累得很啊！哎，看看我，活得多么滋润。你现在就是药材了，药材。哎呦，药材药材，张嘴一要就来财。哦，那我怎么要？至关重要的一句话，你一定要记住，快说呀！可怜可怜我吧。可怜可怜我吧，哎呦，深沉一点，可怜可怜我吧，哎，对对对对。